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。一、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理，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，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，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，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。二、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，包含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三、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不使用暴力或武力，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。四、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、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。全体请坐下。今天这堂课由温承志讲师讲课，请大家鼓掌欢迎。各位同心学员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哦。今天咱们上的课程叫做《台湾法律》，法律台湾。咱即马我甲你问一下，台语听有诶牙手有吼、哦？啊，普通话、普通话听得懂的，请举手。安尼，哦，安尼，好好，啊，可以啦吼、哦，好好，好、哦，好。啊，咱因为这东心你敢听有台语嘛吼、哦？安尼为专程讲啊，哦 ，OK。今日这课程讲的是叫啥？变革、改变、改革。这革唔是啥？唔是革命哦。即马欧洲先进的世界对革命野枪要冲、要拼、要夺权，就足惊吓，搁预防。所以要革命无？要无？要搁革命无？冲！总统府甲拍落来，即种个毋通，咱爱进化，因为呾咱即马现代每一个人即马提升到啥物程度，爱修法，咱知影嘛？咱任何人甲人之间，包括代志有冲突个时阵，到最后拢爱行对，爱行对，爱行去对法院对无？是爱行法院对无？是要行法院，对哇？啊，为什么有法院？法院的意义伫底？伊根据什么来判决？当然是啥法律。台湾目前国际地位有正常无？有啊无？无正常。咱今仔看到这些新闻咧报，中华民国甲上建交，哦，伊就讲中华民国。讲到断交，又讲啥？台湾，大家清楚一点。其实台湾甲中华民国有共一个所在无？有啊无？有啊无？无对啊。咱小了解一下，中华民国以前伫底成立的，咱来转来这个话题。中华民国伫底成立的，是毋是中国？中国对一个所在？南京，哦，这个、南京政府是当时成立的，在1912年，当时台湾是啥个所在？日本天皇的所在，对啥？日本帝国的帝国政府有派一个啥？台湾的总督，在即卖台北市的总督府，负责啥？治理台湾，因为天皇，全世界即下目前有皇帝的国家，大家小想看卖，有啥物国家？即马个皇帝，是毋是剩日本天皇才有？英国迄叫啥？女王，女王啥物意思？国王。伫世界领袖的位阶内底，
日本天皇是世界上关键的皇帝，上关键。为什么？伊自伊第一代至今嘛，第几代啊？125代啊，代代相传。日本这个国家，伊有讲像即嘛，咱所知啊，过去中国历史，连你周，连你搁变汉，哦，周朝搁汉朝，啊，啥物朝朝朝，一直落来，甲清朝、缅甸搁啥，明朝搁啥物朝。这朝代的概念是啥物意思？其实是一个部落，哦，像讲啥物族、啥物族之间为着抢夺生存的所在，哦，这区域，我怎啊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大，人愈来愈多，粮食、土地无够用的时阵，要安怎？想办法靠着家己的武力去啥？去甲人侵占，打赢的土地就伊的啊。这种的坏习惯，为当时开始结束。在1830年，咱所知的拿破仑有无？有听过拿破仑无？拿破仑是咪足厉害？人小粒子，小粒子，骑一只马，在欧洲全部拍遍啊！伊的国家是啥物啊？法国，就是即卖法国。伊在1830年的时阵，因为世界欧洲的概念就是啥？这种打赢占的都是伊的土地，就是伊的人，就是伊的。这个概念已经无去啊，取代啥？万国公法。万国公法是基于啥？有上重要一个概念，第一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要写起来哦，你一定会袂记得哦。哦，第二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。一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二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。要写起来哦。OK， 大哥，你手顶的两本书看有无？讲义看有无？有啊有啊，我爱讲，因也听有啦吼。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有吗？听得懂吗？哦，啊未看，啊要写嘛吼，也要写哦，也要写哦。一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；第二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。第一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就是头啊，江苏甲大家讲的，拿破仑伫1830年迄时阵，打赢占着土地，就伊的这個概念无去啊。爱用移交法律，为啥有万国公法的这个三星？因为咱知影战争法嘛是共款，咱拢了解有一个叫做啥南丁格尔，有一个胡思无？战争法的法官就是为这个南丁格尔开始出来。南丁格尔是一个胡思，思想啊，只干遐战争遐战争，伊当爱啊走去战场。替遮个受伤的战士加油啊！带足侪人，伊有团队去甲斗三工，遐拍甲哀哀叫的，甚至因为战争死去的，一直拢无法度和平。所以慢慢有一个概念出来，就是讲，即战争化有啥有战争化的产生，原因嘛是伫遮。即种占的啊，都是伊的，啊，去用占的心。会唔满无？一定会对无？我要阁报仇，是咪？这所在都一直都战争，会和平无？未和平。所以战争化的发诶起源，这南丁格尔就是上重要一个法官。万国公法嘛是同款。会当因为战争战败，一定有人战赢嘛？战败要安怎？战赢战败要安怎？战败是卖赔。即摆强调就是战败，你就是爱赔。啊，强土地一点啦，因为对方战赢，伊用军事的力量控制这个所在，这叫做啥物名词？占领。占领这个土地，实属讲伊是有所有权证的人，像台湾。台湾的所有权证伫谁遐？我先刷问大家问题。大家目睭开开，大哥目睭开开，哦 ，OK，
我甲你请教一个问题，唔好开，目睭开开你骗我，唔好、哦，目睭爱揢起来，目睭揢起来。我问你问题，举手就好。我请教各位，你认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？我再讲一次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的，请举手。唔对的，请举手。唔知影的，请举手。OK， 请放下。好。阁请教第二个问题：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有参加战争无？有的，请举手。无的，请举手。好，请放下，各位。目睭闭开来，看到这来。台湾有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安尼好。我问各位倒啊，你已经知影。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，是伊的，对的举手，唔对的举手。好，放来，哦，放下。咱就知影，国宾饭店是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去遐住？我出差啊，做生理，为国外来，要找一个所在。过一暝，伫遐住饭店伊个啦，互你一个房卡，一个卡片，阁挂一支钥匙。今仔即暗时，你着住伫遮。但是住伫饭店内底人会当讲大型看讲，国宾饭店我住伫遮，规栋拢我个，会用个无？袂用个。为虾米袂用个？足清楚个。大家一定会甲问，国宾饭店。既然是你的，啊，请教大哥大姐，你的所有权证我看卖啊嘞，提袂出来对吧？比如讲，这栋大楼是某咪人的，伊是咪识别人一定手中有啥所有权证对吧？包括土地，哦，我这拢总有十家地，拢是阮家的，阮家上的阿公的，无得。爸爸的、妈妈的、阿妈的，好，啊，人会甲伊问啊，这十家地所有权证伫谁遐？是咪伫？即个讲，这十家地是阿公拥有的，所有权证写谁的名？写谁的名？写阿公的，啊，阿妈的咧，写阿妈的，爸爸的写爸爸的名，妈妈的写妈妈的名。住伫这片土地面顶的人，譬如讲，人爱租一个五分地，伫遐种田。这种田的人会用去地政事务所讲，地政事务所的先生、小姐，我伫遮吼，甲租地，啊，种植拢十外多年过去啊，这土地会用去登记我的名无？会用个无？会无？我伫遮种植十外多年啊，拢我咧管啊，菜园啊，吼、哦，田园，拢我咧种，我咧管理，我咧控制。地政事务所的先生小姐，你爱登记我的名才对啊，唔是登记地主的。安尼观念对无？对啊，唔对？对啊，唔对？对？唔对啦，哎、欸，大哥，我该请教一下，你的土地你租人种植？名登记你的哦，你的土地哦，人家你租来租土地来种植种菜，卖菜，种田卖米，哦，无种其他的作物，农作物，会用个讲，伊种久啊，土地就会变登记伊的无？会啊会，会用啊袂用啊？袂用的对无？还是你要送伊？当然袂用的啊，同款。台湾这片土地所有权证是谁的？头先，咱一开始属于甲咱念的，但民政会主张一直伫场第一，依据国际法律，予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后壁有一句话对吧？你会搁会记得无？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，
美国总统恶有台湾占领权，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法，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。主张一句的张是阮家己写的，唔是哦。开头已经甲大家讲啊，依据国际法律。但民政府的目标是啥？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唔是台湾独立。大家有发现无？什么叫做国际地位正常化？一开始江苏已经大家讲啊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无？无正常。出去你要讲你是什么人？我台湾人。但是你要怎么证明你是台湾人？要怎么证明？这问题先给予你。等一下，咱再来做思考。咱回来话题中心，所有权，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空嘴薄舌对吧？凭什么？江苏来找我你看，好、哦。来，咱看下这下吼，白纸黑字真清楚。那参像财产、土地要交割的时阵，是毋是咱伫契约面顶会看到两个所在、两个口子？第一，甲方；第二，乙方。要割予人的、要让渡人的，一定写伫第一个。受让渡、受割让的。放伫后壁，前名甲后名，来咱看个遮。当时为啥有即个马关条约？正常是爱叫啥下关条约，因为伊签约个所在伫底，伫即卖日本下关个所在。下关日文安怎写？シモロセキ，シモロセキ变作汉文就是啥下关。即、這個、马关是。中国的历史编造的人甲写出来，叫做马关，其实正确的叫做下关。因为你马关，你伫日本找到这个所在无？找无。正港是爱写下关，因为签约的所在，也签的和平的条约，当然是以迄个所在的名做起号。像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欧洲真侪国家打了这场世界的大战，伊签和平条约伫对签。在法国巴黎，所以叫做什么合约？巴黎合约。第二次的世界大战，全世界拢总有51个国家受邀请，但是有48个国家国会来签订背书，有3个国家无去参加。这原因等下甲大家来做说明吼。这48个国家伫对签约，伫美国的旧金山。所以签的和平条约叫啥？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安有清楚吼？所以日本甲清帝国，一般人拢讲清朝，清朝，但是咱咧讲清朝的时阵，还是依早咱读的课本。这课本上有咱的中国的市民政权，就是即马台面上的 Chinese Taipei， 依早有一个负责编造教材的单位叫啥？国立编译馆，伊写啥？写啥物？写《马关条约》哦，写日本与清朝打仗，
清朝战败，战后签与日本签立了马关条约。读安尼牙手，我嘛读安尼啊。这段文字内底有发生什么问题？对，翻译翻译来讲，伊咧论述的时阵，咧形容的时阵无清楚。日本甲清朝，啊，这清朝是啥个清朝？美国人的清朝，还是英国人的清朝，还是德国人的清朝？各位，这清朝的朝代是啥个人的？啥个人来讲？是毋是中国人来讲？日本人也会讲清朝无？未。美国人也会讲清朝无？未。咱咧读法律的时阵，咱爱会记咧，咱用啥？用世界观的角度来读这段的历史，读这段的法律。清帝国，伊国家就叫做大清帝国。日本呢，大日本帝国。咱听到这帝国，咱就想到啦。正常，伊国家有啥？是毋是有皇帝？对毋对？有皇帝对无？所以叫做帝国。相上大，宰相，哎，普通一般的巡抚。当然是毋是皇帝，也是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上大，所以靠做写慈禧太后，对毋对？毋对。伫国际条约来讲，是以国家的法人代表上皇帝，皇帝才会用个代表帝国。所以咱看到下关条、马关条，咱看到面顶，伊纸头纸尾，咱看到清楚。纸头写啥？大清帝国大皇帝甲上。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签订的合约，纸头纸尾，咱有看清楚无？皇帝甲皇帝签约的哦，是啊，毋是？对不？看清楚，对不？还是写清朝、清朝跟日本，有写上大皇帝那个，大皇帝那个，大皇帝陛下有没有？他还是写大清帝国。是不是后面还有一串字？后边阁有一块字，对吧？皇帝甲皇帝有无？皇帝甲皇帝签的，签这个合约，人甲人代表国家的人是啥？皇帝，吼、哦，两个国家，皇帝甲皇帝所签的，伊有派代表吼、哦，清帝国派上李鸿章甲因第二个后生李金芳，日本帝国。对日本天皇，伊授权上，伊个内阁的总理大臣叫啥物啊？伊藤博文。办理的大臣是啥？陆奥忠光。两边拢有派代表，谁授权？皇帝授权。皇帝伊无法度一个人管遐宽的所在，清帝国嘛是同款，伊管的所在足宽咯，是毋足宽？日本嘛是同款啊，为北方四岛、福建岛、本州、本州、吼、哦、四国、九州、Okinawa， 这安一关落来，土地较宽，皇帝一个人有法度管无？有啊无？无法度，伊爱交上处理，交予帝国的政府，清帝国有专门的宰相。以上李鸿章来处理，处理啥签约，带着伊第二个后生李金芳，日本天皇诶，交予伊个总理大臣叫做伊藤博文，参上陆奥忠光这两个人，哦，伊签约诶重要诶即个所在，伊就是啥挂牛，因为清帝国战败，战败爱赔钱。赔什么所在？无钱，钱无够赔，要安怎？挂所在啊！但是万国公法内底有讲到，神圣未当分割的土地未当挂牛，所以挂上。当时清帝国伊基本上对家己的土地法律、法理的概念并无清楚，所以挂着啥？辽东半岛。辽东半岛是对一个所在，
是清帝国祖产的，伊的发起的所在伫底？伫辽东半岛的。各位，祖产会当挂掉无？会啊，会免个。我的阿祖传落来我的财产，我阿祖、阿公、阿爸传落来，遮个拢是厝内底的财产。会用个挂人无？会啊，袂用个。会啊，袂用个。袂用个。啥物所在才会挂牛？就是还袂处理好个，但是有暂时控制、还袂登记个所在，会啥？会当牛多人。对一个所在，咱看到遮，台湾全岛加啥？附属个各个岛屿，就是伫台湾边啊，拢总有三十几粒岛。在当年的1895年，4月17日签约的，1895年4月17号，当时要做交割，6月7日，6月2号，伫对做交割，伫即马基隆外海，在船叫啥横滨湾。由当时台湾总督第一任的总督叫啥？华山之计，甲李鸿章第二后生李金芳伫船顶一个岛屿做点交，所以足清楚的哦。包括另外平湖列岛啥，连纬度写甲清清楚楚。这个辽东半岛因为经济万国公法。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，可以割让是什么？殖民地跟拓殖地，殖民地才会用的挂牛。所以台湾甲澎湖，日本天皇收起来，伊取得啦所有权。但是辽东半岛会当摕无？明治天皇，咱知影有啥？明治维新，明治维新，好无？明治维新，咱拢知啊。伊予日本本来啥农业的社会进展变啊现代化、近代化的国家，所以伊是第一摆的世界大战的时阵，日本哦足紧的，变做全世界武力第一强的国家。美国排第几名？各位，你认为美国排第几名？第三名。哦，所以当时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后，有一个国际组织叫啥？国际联盟，就是像即卖联合国的前身，联合国的上一个组织叫做国际联盟，同款全世界50几个国家组成的。当然，全世界武力上强的国家是必然爱做啥？做保镖。就是维和部队，像即卖联合国，军事力量武力上悬、上大、上力量拳头武上大诶，对一个国家，中国，是毋是？世界武力中国上大，啊，所以行到尾下诶，做一个辽宁舰队，大家讲强要哪？看到强要腹肚疼对无？毋是，即卖世界武力上强诶，对一个国家。对一个国家，美国还是日本？来，我问各位，目睭开开，上课爱有互动吼、哦。来，即马世界武力第一强的国家，中国的亚手，日本的亚手，美国的亚手。哦，谢谢，放下啊，目睭开开开，拍开吼，目睭拍开来，哦，看到这来，美国。咱就知影，伊是世界即个目前军事力量第一强的国家，所以啥，联合国要负责维维持和平的，爱靠啥？靠啥？靠啥？日本、中国，对一个，讲看完对一个国家，是毋是美国？对无？是毋是美国？对啊，吼，美国武力大，当然爱担任啥维和任务的动作，同款啊，哦，所以日本
甲美国，会当是讲即目前世界内底军事力量武力，会当讲啦排第一杠、第二杠的。哦，所以你会当想到讲，咱知影，咱即马脚踏的即土地是谁的？咱调查看看的，谁的？中国的？美国的？来，目睭开开，我问各位。马关条约已经该讲啊清楚啊，所有权证名、纸头、纸尾、白纸、黑字写甲较清楚啊。来，我问各位，台湾这片土地是中国的啥野手？日本的啥野手？美国的啥野手？好，目睭开开，有人举两摆吼，我甲你请教一下。所有权证纸头写甲清楚啊，人占的土地都是美国的，对啊？唔对？对啊？唔对？对还是唔对？啊？因为土地咱知影吼，像咱买厝门锁甲好好，有人一阵强盗压刀压枪，门斩破入来厝内底。穿鞋在头壳顶，讲你明仔爱去事务所，甲厝登记我的，会用的无？会用的无？这叫什么行为？是咪叫强盗？爱食醉无？爱阿歹，还是较歹，拳头骨较大，伊弄伊的，规拍胖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无政府，无法律啦、啊。哦，所以咱爱知影国际。这个地主的维维持要靠啥？靠法律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，全世界有一个世界的高峰的会议叫啥 ？G7。伊原来叫啥 ？G8。有八大的工业国，伊是伫个联合国内底，伊的 GDP 占世界的70%，拢总有八个国家，其中有包含啥？俄罗斯。俄罗斯对一个国家，俄罗斯，普丁，伊在2014年的时阵发生一件代志，就是去欺负人的国家，去侵犯人的国土。所以2015年的时阵，本来要叫 G8 八大工业国的高峰会议，结果剩的七个国家讲，你袂用个入来啊 ，G8 唔来，改做 G7， 因为俄罗斯去。打到什么红线？侵略他国的土地，去侵略人，所以人不要入去啊。同款，伊这联合国七大工业国对 G7， 伊这会议内底，伊所做的决议，就是后来联合国拢爱落实的一挂问题，是影响力非常强的七大的国家。哦，所以 G7。咱伫官网，当心你会晓上网无？会晓上网哦，会晓请野手，目睭开开看到遮，开开。你会上网的，请举手，请放下。袂晓的请野手。OK， 爱学哦，大哥爱学爱学，像目睭开开。上网要学吼，爱上网。而且咱的资讯包括这個，江苏有炸猪无？有炸一堆足大堆的有无？无，我无炸的。咱哪有这个物件？伫网络上，而且这资料健康、健康、调用，内底白纸黑字，一字一字拢是为调用写落来。哦，所以咱要讲，啊，这所有权证伫遮，纸头纸尾，你看清帝国皇帝，甲遮的所在永久让渡上。日本天皇，规碗拢客户人，啊！日本天皇旁来，唔对哦，内底有一个所在唔是我的，我根据后来签的《辽南返还条约》，我用皇帝的诏书，日本天皇的诏书放落，好，这个辽东半岛这个所在我袂用个提啊，因为那是清帝国的祖产，爱客去害伊。高牛登去挂行而和尚，
日本的皇帝，安尼才有修法，修什么法？万国公法。日本帝国有宪法无？有啊无？有哦。日本帝国有宪法，伫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大日本帝国宪法，但是战争了后的伊个帝国个宪法有做改变，所以即卖日本就是安倍晋三所领导个日本政府，甲原来战争前个日本帝国个政府有共款无？无共款哦。即重点讲师会伫高级班个时阵，则阁甲倒过呾做深入个分析。每一个国家伊个根本个宪法，就是代表啥？政体，政体，什么叫政体？政治的主体。什么叫政体？政体就是啥？管理政人的代志，包括啥？厝内底家长，大家长有无？是咪？水电钱寄来，登记啥个名？各位有立过水电钱无？立过牙手，目睭唔免客气。无立过水电钱压手，有立过电话钱无？你即摆电话、手机会响，登记啥个名？啊，你有立钱无？有无？有立钱，啊，迄是毋是你个物件？是啊，毋是？对。啊，立钱啊，水电嘛是共款。你立钱个时阵，代表啥？你是毋是插正人个代志？立个水电钱，立个电话钱，钱走个倒去，钱走倒去，是咪走个自来水公司、电话公司、电信公司，啥物大哥大、啥物远传遮个，是咪走因公司去？公司有人无？有啊无？一个人尔，啊是几啊百人、几千人个公司？想看卖，是咪正人个公司？公司有人咧管理无？有董事长，有总经理，咱厝内底有大家长，有爸母，有囡仔是谁？有无？有人管无？有。啊，囡仔爱管无？厝内底大细项代志爱管无？爱啊无爱？放互哪？有无？敢有放互哪？无呢。厝爱摒扫，水电钱爱落，电火球啊歹去，烧去爱换电火球啊。倒啊，后去爱换，爱做修理，即个代志叫啥？管理政人个代志。管理政个代志叫啥？政治，爱听有无？所以各位，你今仔来上课无损失咯。你若听有人讲我无插政治个时阵，你就先甲笑啊！哈哈哈，你无管政治哦，大哥大姐你无管政治，安尼我甲请教一下，你厝内底是毋拢无摒扫？无主家，一个人住，而且佫住底，住外岛一个人住，有无？有啊无？是毋是拢住喺社区？敢会一个人孤单一个人住伫岛厝面顶？迄就正讲无插政治啊！咱只要有甲人有互动，咱咧参与每一个运作，立水电钱、骑车、开车去加油，是毋是甲人拢有夹？接触加油爱立钱无？你是毋爱甲加油站的遮个少年弟弟妹妹，甲因讲话立钱，油才互你加，加完才走。有啊无？这就是政治。这概念爱建立起来，政治是管理政人的工具，像一台车，伊是。某咪人诶，伊借咱用，迄台车是毋是咱诶？是啊，毋是？毋是。但是咱咧开车、咧用车诶当下，咱是毋是爱去检查油有无、水有无、目底里有电无？即个里里口口诶代志，包括啥？机油乌啊，爱去啥？车厂换机油，换遮个零件。这是什么代志？这就是管理政人的代志。所以政治这个概念头壳要清楚，不是现在台面上说的，政治很黑暗的，所以啥，别插政治。
各位我问一下，恁拢莫插，目睭拢无看到，拢莫插，莫管啊，放互烂，谁会伸手？各位，谁会去伸手？你的物件拢下伫遐，你拢讲莫管啊，下伫遐。我讲你要摕无，莫放伫遮，送我好无？你嘛莫管啊。各位，这物件我会去摕无？会啊未？会啊未？会。你莫插政治，这物件就变我的啊。哦，所以这政治文员基本上伊咧放这思想的毒，希望咱莫插政人的代志。为啥？因为伊会当啦，继续伊实名，甲咱苦毒想尽办法，甲咱苦底啊钱饮料。但咱应该有的宽裕。权力把咱剥削去，咱不知不觉一天过一天，伊就甲伊讲：“啊，迄就无效啦，插政治无效，黑暗啦，有饭食就好啊。”咱想看卖，咱人有头壳无？有啊无？有啊无？有啊！啊是毋人迄个饲伫外口用迄个篱啊围起来，啊一顶伫啊，啊照三顿饲了，有饭好食就好啊。底下大汉，大汉啊啦，饲猪、饲鸡、饲鸭，饲到大只要创啥？要创啥？掠来刣，有无？有啊无？对哇？这就是市民。但是咱各位，咱本身咱台湾人，咱尤其咱本土的台湾人，伫地狱处世界大战了后，咱知影这是日本天皇的土地。日本帝国的政府在管理，又派总督。在1945年4月7日的时阵，日本的皇帝佫颁发啥？颁诏书，把日本帝国的宪法，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实施伫台湾。就哪参像咱生的囡仔，用，惊伊破病，惊伊死去，无确定，唔敢去登记户口。户政处所唔敢去甲登记户口，等到咱确定啊，这囡仔有乖有听话啊，身体够健康啊，我带去户政处所登记，领养的嘛。咱看头前，清帝国皇帝甲台湾平和这囡仔，因为战败交予日本天皇，这囡仔日本天皇当然啦，慢慢甲养，慢慢甲教，慢慢甲带甲捌代志啊。然后呢，去定义讲，这个囡仔明仔载开始伫户政事务所正式变啊，爱对我的姓，变做我的后生，变做我的查某囝。各位，你的后生查某囝，路边的人家己抢去，伫口罩面顶，户籍成本里内底会变别人的无？会啊未？会啊未？会。咱的囡仔。带去外口，啊，某咪人甲抛去，啊，变伊个名，变伊个，会无？会啊未？会啊未？我讲简单个例好啊，你骑个机车，骑好好，伊甲你个机车摕去登记，去监理所登记有效无？有效无？有效无？无效啊！因为这台奥多麦机车。行照就登记你的名，甲你偷摕伊个车牌，包括伊个引进号码，拢登记有在案啊，会用个变伊个无？伫法律上来讲，迄叫啥？抢夺、侵占。所以台湾登记以上遐，日本天皇遐。1945年4月7日，行宪。行宪纪念日4月1号，大家想讲4月1号，不是愚人节？各位，愚人节对一个国家咧过，对一个国家，法国。各位，泰国的泼水节，泰国的泼水节是不是世界的节日？美国国庆日是不是泰国的国庆？我这样讲就好了。美国的国庆日7月4号。是不是德国的
国庆日？是不是泰国的国庆日？是不是中国的国庆日？然后问各位来，目睭开开，拢想袂，我啊，大家一定爱用头壳。然后问各位，美国的国庆是德国的国庆，对的右手，唔对的右手，唔知影右手，放下哦 ，OK， 目睭开开。美国的国庆七月七日，就是美国的国庆。英国的国庆，英国的国庆。中国会去过英国的国庆无？会啊未？会啊未？我讲简单的例就好啊。咱家己的阿公咧过生日，咱的阿公是咱家的阿公，是还是别人的阿公？啊？咱的阿公是家己的阿公，还是别人的阿公？是毋咱家己的？同款啊。四月初一。这个意义，在咱的国家来讲，咱即马即个现阶段是虾米状态？咱只是去哦，因为战争投降，咱的皇帝日本天皇向美国东盟国投降，所以日本天皇所拥有的土地，叫谁占领？美国占领。控制，什么叫占领？就是军事的控制。为什么军事控制？占领的国家，伊控制军事武力，控制这个所在，就是以防战败国家搁啥？搁战。爱听有无？这叫做军事占领。什么叫军事占领？有人讲，哎，江叔，咱伫外口也无看到美国的军队啊，也无看到美国的阿兵哥啊，是安怎叫做美国的军事占领？各位？请你爱记咧，伫战争法内底，你伫军事占领的所在，就美国来讲，伊只要会当伫两点钟以内，甲伊的军队、武器运送来台湾这个所在，伊就叫做军事占领。各位，你有了解无？有了解无？太平洋、台湾海峡，咱常常伫新闻顶拢会听到啥？第七舰队有听过无？第七舰队有听过无？有。第七舰队是啥个？中国。对一个国家，美国。啊，像美国英英，只舰长拢要管人个代志。毋是安尼呢？美国宪法，美国即个国家往哪遵守啥？万国公法呢？伊个国家才会较强呢。各位爱记嘞。要成为世界上进步、力量上高、经济力量上好的，就是爱修法。万事照起工来，才进步啊！对人讲 SOP， 咱做一项代志，就照步照步来。法律嘛是同款，你就是爱照步来。第一，世界的秩序、世界的秩序，大家修法，修法会正经无？哎不，未战争。世界有一个共识，你像迄个盖达组织、伊斯兰，像迄、宾拉登啊、海山，以前咱听过，即马阁有活咧无？阁有活咧无？有啊无？无死去啊呢？为啥死去？想看卖，是毋是无听话？有修法无？有修国际法无？有收战争化无？无，所以要注意，就是一点，就是世界秩序的维持，就是要靠啥？国际法律。日本天皇保有台湾的所有权，所以美国总统伊虽然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赢，日本天皇投降啊，也甲日本天皇的财产、保有所有权的土地占做变美国的财产无？会啊，袂用诶，袂用诶。但是伫美国诶宪法内底第四条第三一个文内底，台湾即个所在属于虾米性质？伫美国诶宪法内底叫做海外未合并的领土，记好清楚哦。海外啊未合并诶，
领土，因为伊是啥？美国是因为战争的关系，取得占领地的控制的权利。伫美国宪法内底，军事占领地一定是爱一个法律，一个法院会怎啦授权讲美国会怎会当去控制这个所在。所以美国的国会有权利定立啥？管理占领地、军事占领地法令。各位，你有听过台湾关系法无？有啊无？台湾关系法，伫1979年的4月份，是美国历史上速度上紧通过的法案，会当讲上紧的一个法案。什么法案？台湾关系法。等于是美国的国会订立这个法案，伊最主要功用是啥？全面性。美国人伊足优先的，伊虽然占领，但是伊知影是爱守法。占领地的人民并毋是战争的主体，大家爱记得哦。战争的时阵是政府甲政府之间的战争，人民有牵拖落去无？人民是无辜的啊，各位了解无？政府甲政府，国家是毋有政府甲政府，政府甲政府之间冲突，军事的冲突，真啊！战争期间，我那爱照战争法的规定来战争，受到这战争的土地面顶的人，占领地的人民。受到什么法令的保护？各位，请你来记得《日内瓦公约》《海牙公约》，各位啥？战争法。哦，这东西啥？保障占领地人民财产甲生活幸福，真重要。哦，这节课你上上唔当讲，我怎个？哦，啊，这样来一个。哦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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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台湾是台湾的台湾，对啊，唔对，对，啊，别讲的。所以宽正，来我问，目睭开开，大哥，我甲你问，你有台湾规片土地所有，包括澎湖、绿岛、钓鱼台，全部土地的宽正？你有无？有的举手，无的举手。你提出来举手，提不出来举手，放下，目睭拍开看下来。你无所有权证，所有的台湾人拢无权证，凭什么讲你有所有权？台湾是安怎是台湾人的台湾？提不出来啊，提出来无？会啊袂？会啊袂？袂。提不出来，那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啊，转过来，公理，不是讲哎，我伫遮住，啊，就那参像我头下讲的，国宾饭店全部住台湾人，所以国宾饭店是台湾人的，对啊，唔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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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对呢？阿伯，我来问恁家啊。哦，阮所有朋友拢去遐住，住的，明仔载登记我的名，好无？好无？台湾是我的，会用的无？同款的道理也毋是啊，我提袂出来啊。纸头写啥？有写我的名无？阿伯有写咱的名无？有啊无？写啥的名？是毋是写日本的皇帝？是啊，毋是？还是写咱台湾人的名？哦。台日本帝国大皇帝甲台湾人签订合约，是啊，毋是？是啊，毋是？毋是呢。哦，所以咧上课爱记哦，头壳脑筋爱叮当，毋是讲讲哦，对，阿边啊咧拄久。当然你用头脑，当然会小夸戆，但是啥，讲师爱甲你，互你参考，互你找到引导正确的方向来思考法律，法律。有深无？真深，但是要了解有好了解无？只要你用心，会当了解。为什么？我嘛是安尼行来，
秘书长同款啊，足耐心甲阮讲，头一节课甲阮问啊，台湾是毋是台湾人的台湾？对野手，在场大部分拢野手。台湾是台湾人啊。第二个问题，国宾饭店是毋是住伫国宾饭店人诶？无人敢举。你提袂出来嘛？宽政无伫咱遮，咱是安怎？有啥物权利？有啥物名分？讲台湾是咱的？所以，遮个话独立的人有头壳无？有内底底啥？大家去想看卖就好啊。内底有底物件无？无啊。爸母生头壳，予伊头脑无咧用，会生身无？会，因为泡水。头壳内底是毋是泡水？正讲的啊，你读医学就知啊。咱这个头壳内底头脑有底水哦，你唔用伊就退化，像铁啊同款生身。爱用无？哎，唔是人甲咱讲的讲哦，拢对拢对，爱去思考，根据白纸黑字的证据去做思考，唔是人讲的讲，迄啥物就是啥物，你无去纠正。无去见证，会当讲无？袂当讲。咱讲话会当违背良心无？会啊用？袂用。你讲白贼会安怎？腹肚疼呢？我嘛同款呢。所以大家会记咧，咱咧讲法律的因据，一定要有根据出来。台湾的所有权证就是这张啦，各位。这张就是台湾的所有权证。伫上下来看甲正清平，迄有两百度。江书正揢这支笔，有一个红点。你看到这个红点这个所在，这张图伫每一州的办公室、甲郡的办公室，拢有这张。这张面顶会写两字“日属日属”。这张图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台湾所有权证所保有的迄个人，有摕到台湾所有权证的人，迄个人是啥？是啥？日本天皇住伫遮，伫底？日本东京的二重桥，这所在叫啥？皇居，天皇所住的所在叫做皇居。哦，过来，这张正手边这张红色、黄色、乌色，有一个穿西装的，啊边的是林太太，哦，穿黄色的衫。这张每一周的办公室甲群的办公室，完了有这张图，面顶会写啥？美战、美战。这两张图是2010年9月7日，台湾民政府伫美国举办酒会，由美国政府代表甲这两张图委托，互去参加酒会，咱台湾民政府的同心，甲这张图炸倒来。美国交代啦，你甲这两张图提倒去，互恁的秘书长，伊就知影。秘书长是2004年开始研究国策法、战争法、万国公法，才会传播论述写出一本书。一本书叫啥？《新台湾论》。《新台湾论》这本书，各位你要有了解、知影的，你一定爱读。伫底问得到你报名的所在，小问一下。吼、哦，这本《新台湾论》拢总即马拢总有两本，上册甲下册。哦，这两本书，各位明仔载的讲师，哦，第一节课会甲大家做介绍。哦，《新台湾论》《新台湾论》，迄两本书的封面，哦，封面，你大家看下吼、哦。这两本书都包括内容是啥？各位，你摕讲义，青色甲粉红色外表这个，这只不过是《新台湾论》《新台湾论》内底其中的一个啥章节。只是一部分尔。咱读这两本，包括听讲师课上完，你就有法多了解国际法律哦。台湾的国际地位，你有法多全部通盘拢了解无？有法多无？无法多。所以呢，《新台湾论》这本书，你一定爱好好读。哦，上册哦，你掀开，哎，头前那有写英语，我看也无呢。足深的，要安怎读袂落的？
因为人拢讲咱这豆菜鸡仔鱼啊，豆芽菜啊，不了解，无了解，要安怎？无要紧，你先到他中央的所在，有一个章节，伊写啥？是想清洗了本土单人的记忆。头前有三字，写啥？马英九，马英九。咱要共尊敬哦，唔通像遮个流亡中华民国政党恶斗的遮个人。这些人拢是啥情绪？情绪化，有要修化无？有无？因有修化无？有修化无？有修国际法律哦？有啊无？有啊无？无呢？足简单一个例，你看因内底流亡中华民国这内底 Chinese Taipei 每一个人，你看每一个人有修国际法无？中华民国爱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，这样简单的例你可以了解就好啊。像我某咪人，我以别人的名义去银行领钱，会用的无？可不可以？阿伯，我用你的名去银行领你的钱，会用的无？袂用的。啊，中华民国流亡的政府会用的用你的名去参加联合国无？用你的土地，用你的名去参加联合国。我安尼讲，你有了解啊？中华民国流亡的中华民国，要用台湾这个名去参加联合国，会通无？未通。因为即下流亡的中华民国，即马住伫台北市，是伫台湾这片岛屿面顶正确，但是是毋是属于台湾的政府？是啊，毋是 ？No。像即下西藏流亡的政府流亡伫底？是毋是伫印度？是啊，毋是伫印度呢？迄个城市叫啥？达兰萨拉，达兰萨拉，伫印度的一个所在，固定伫遐。爱立租金无？爱无？去住人的土地爱立租金无？爱无？阿伯爱无？爱啊！印度有一个所在叫达兰萨拉，达兰萨拉收留上，收留上来自。中国的西藏流亡来的政治的难民，什么叫难民？难民，难民英语叫做 refugee，refugee。什么叫难民？流亡难民，因为伊本身伊的国家所在地一定要带好好，因为政治的因素。以及种种因素，必须的啥？不得已，为伊个国家流浪来个上人个土地面顶，伫遐暂时伫遐住的，伫遐生活，人提供这个所在予伊，啊，住伫遐，啊，立钱哦，当然来，上立钱，西藏的流亡政府伊住伫遐，上立钱，美国。美国帮伊立租金啊，所以伫遐升旗典礼的时阵，爱升上个旗，像头前啊，咱个演奏代表歌的时阵，升啥？升演奏台湾民政府临时代表歌，听清楚哦，演奏台湾民政府临时代表歌，是毋是演奏台湾国歌啊？毋是哦。台湾民政府的意义，等下我再甲大家做论述，先大家互伊了解。为啥头前演奏台湾民政府临时代表歌，然后演奏日本国歌，最后演奏美国国歌，意义伫底？伊的顺序为啥安尼排？头先演奏的啥？因为这是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，根据战争法。由美国军事占领地，原来住伫遮的台湾的住民，伊本来的国籍是啥？大日本帝国，属于啥？日本天皇。只是啥？去予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所以先演奏啥？台湾民政府的临时的代表歌，因为咱还袂啥，还袂接政权，所以叫临时代表歌。过来啥？演奏咱。主权所有者
所属的国歌，演奏啥？日本国歌。所以迄条歌叫啥物名？有听到无？安怎念？Kimi no yo， 君之代，啥物意思 ？Kimi 就是君嘛，啥物叫君？皇帝，皇帝代代相传，为神武天皇，甲传到即马平成天皇。即马天皇，各位，你有了解无？有了解日本天皇的牙齿有咪？目睭开开。日本天皇，你熟捌伊的，了解伊的，请牙齿。唔捌伊个牙手，要了解请牙手，好，请放下目睭看到遮。日本天皇、神武天皇开始传到平成天皇，拢总有125代。平成天皇、平成天皇前一代是啥？各位拢知影，昭和天皇，有听过无？阿伯，你有听过吗？昭和，无。爸爸一代对哇，真爸爸一代，因为阿伯你差不多跟我的阿伯差不多啦，年岁差不多，所以阿伯你的顶一代就差不多我的阿公有听过昭和，吼、哦，昭和这个日本的皇帝，伊当时伫1945年4月7日颁布兴宪的诏书的时阵，迄时阵什么时空的背景？国家的战争，大家无闲逃命。走来走去啊，疏开密防空壕。迄时阵头壳会去记者无？会去在意讲，哎，我国家已经兴宪啊，袂去记啊。甚至啥，即使过会记嘞，嘛袂去记啊。你呐，后来才会错误的资讯去砍掉伊啊，真相砍伫土内底。像我阿公迄代啊，拢知影日本时代的代志。大部分啊，拢变相片啊，所以啥，即个讲实在，是好加载有法律的保障，互咱识别到、了解到，原来咱真正的身份是啥？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台湾人，咱的归属是日本天皇，咱的国籍日本帝国，即马相控制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。但是啥，伊交予伊个朋友叫啥？中华民国。但是是毋是中华民国？毋是，中华民国是对上来蒋介石。蒋介石即个人，伫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啥物人物？拍输走赢，国民党个政府，伫底中国四川重庆即个所在。所以有听过《三国志》哦，《三国演义》有听过哦。刘备所住迄个所在，就是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蒋介石拍输走赢，屈在遐，迄个所在就是重庆，秘伫遐啦。你知影嘛？沃野千里啊，迄、哦、个像诸葛亮讲的哦，36计用骗的，用空城计用怪的。所以中国的教育传来台湾上歹。拢留伫台湾，所以造成啥？咱即马看外口，风气真歹，骹手路真垃圾，物件下要人偷摕，拢遮错误教育，价值观嘛唔对啊！啊，都无人管嘛，所以就摕，是吗？土地有人个，伊所教育个遮错误概念，你直接上课了，爱一条一条甲厘清。所以款日本天皇的，所以日本有偷摕台湾无？有无？所以款种纸头已经字写甲较清楚啊！日本天皇一定摕到清帝国皇帝的挂牛的土地，永久挂牛，袂当阁摕倒转去啊！1945年4月7日，伊甲国家宪法实施伫遮，照着万国公法的路程 SOP。一条一条，摕到土地，然后甲土地面顶原来高山的土地，经由征服，甲收来全部转倒，做伙来管理。因为伊挂牛的所在，各位，清帝国伊挂牛，台湾转倒，其实当时蕴含着一项
错误，因为当时清帝国伫台湾这片土岛屿面顶，伊是清帝国的殖民地、殖民地、拓殖地。清帝国伫台湾这片土地控制管理的所在是对，伫中央山脉以西，拢总啦六个所在殖民地。但是中央山脉以东咧，就是咱讲的高山，中国流亡政权讲的原住民，因的所在，听有嘛吼？原住民听有嘛吼？其实原住民甲咱住平地台湾人有共款无？共款，只是住伫山顶，咱住伫平地，共款拢是同胞。爱记得哦，唔通去中着外来殖民政权人的圈套，甲你分，啊你。即种诶，啊你迄种诶，无共姓，啊你河洛人，你客人，啊你山地原住民，啊我平地，甲你分啊清楚。为虾米安尼分？我要你团结，伊安尼较好管，伊少少啊人就应该管啊。啊你要管无？无诶，你生活有好过无？你即马有好过无？无好过啊，有公平甲正义无？中华民国伊流亡来台湾，伊伫台湾七十外冬啊，永远做袂到两件代志。秘书长伫2013年，当时日本有精英来甲台湾开一个精英会议，秘书长伫会议内底甲讲啊，甲遮个所有毋知影个日本法律真相个遮个日本人，全部拢是精英，像安尼坐咧上课，甲因讲哦。然后一个会议，中华民国当时2013年的时阵是60几年啦吼。伊讲中华民国60几年来永远做袂到的代志是啥？公平甲正义，永远做袂到啊！有公平无？有啊无？有公平哪有18%？阿伯你有18%无？无。大姐你有18%无？无。连我嘛无。啊，是安怎无？因为咱去互拍败啊，所以因好好溜溜的，家己围起来，家己食好康的，咱食啥？咱食番薯签。我阿公、甲我的外公外妈，因为我本身我细汉时阵，我的爸爸、家己的妈妈是伫个爸爸10几岁时阵就走啊，所以我自细汉甲大汉，我毋捌看过我家己的阿嬷，所以我厝内底唯一的宝就是家己的阿公。我的外公外嬷，因为受过日本教育，伊就甲我讲啊，包括家己阿公。中国国民党还未来台湾的时阵，每一个人拢有鞋仔好穿，衫拢穿甲啪哩啪哩，滴个足水的，迄叫啥新书的帽啊。诶，新书帽啊，面顶阁真水，诶，看啊，正讲近代化诶国家，乌托克，警察拢真好。中国国民党带伊流亡占领军来甲台湾了后，开始食番薯签。大家有听过一句俗语无？食物件食到剩啥物？剩腿，食到剩刀啊角，会当摕会当抢诶，尽量摕。提起创啊，打国共内战，伊赚到啥？赚到哦，美国伫1945年10月25日，用40台的美国军舰去载3000名中国占领军来帮美国做一件代志，帮美国军事占领台湾。结果怎解决嘞？有照报来哦。伊顺这势骗台湾人，叫做啥？台湾光复节。各位，咱正白正念，台湾正白正念，来吧，就 KK， 我阁甲伊问一解。台湾正念的牙手，正白牙手，放下哦。阁问一个问题，目睭 KK， 开飞龙机来扫射。弹炸弹的国家是
日本的请亚手，美国的请亚手，唔知影请亚手，唔通困去的。我阁问一届，开飞行机、开飞机啊吼，轰炸台湾的是哪个国家？日本的请举手，美国的请举手，不知道的请举手。好，放下吼，各位目睭开。放在遮来，这所在为啥变美国的军事占领地？是根据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23条的内容，美国是主要的占领权国。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，就是日本天皇所拥有的土地。占领权最主要的就是迄个国家的人，美国。为啥是伊？那不是中国，不是英国，不是法国，不是苏联。因为美国大部分征服的土地、武力、使用的武力，全部由美国完成的，或者是啥策动，由美国主要武力征服跟什么策动。哦，所以讲有啥物啊？陈纳德有来背，欸，各位，陈纳德是啥物人？美国人欸，伊只是讲飞行机面顶画车轮牌呢。欸，各位，咱想看卖吼，一间公司伊的车开出去，啊，朋友的公司要斗三工，啊，所以讲暂时甲公司伊的。贴纸搭在车顶的，我请问那台车会变朋友公司的无？袂。啊，朋友，伊本身来斗三工的，那台车是毋同款是美国的，飞机嘛同款啊。陈纳德是美国人，那是美国策动的。为啥指定蒋介石帮美国伫台湾来完成帮美国代理占领这代志？因蒋介石伊本身伊就是美国人啊，因太太是咪美国人，蒋素美玲，美国人啊，甲美国有好无？足好个啊，所以人去开啥开罗会议，我讲个开罗会议就好笑啊。前几工新闻有看无？马英九先生伫公开场合讲马开罗宣言是条约，欸，各位，开罗宣言是宣言还是条约？啊？开罗宣言是宣言还是条约？简单讲一下就好啊。周先生是先生还是小姐？这十波人徛伫遮，伊姓周。哎，各位，他是周先生，他是先生还是小姐？啊，大哥，伊是奥多克，还是内将？爱听有吼，周先生、周先生就是先生，伊毋是小姐。爱听有无？开罗宣言是宣言还是条约？宣言 （declaration） 是毋是 treaty？treaty 就是条约，是毋是？是。所以一个，甲咱提醒爱注意哦。开罗宣言是宣言，条约伫底。保障台湾这片土地的条约，你爱记得有两个代表所有权下关条约、马关条约，代表占领权，谁占领？美国国家的代表人物是谁？美国总统。伊握有占领权，根据啥？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各位，这就是流亡的中华民国，砍掉的，唔敢予咱知影的。部分就是在这儿，旧金山和平条约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过去咱读的课本有介绍无？有啊无？无呢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无要甲伊讲来砍掉，原来，互你捌伤济，伊就歹管啦。爱听有无？哦，所以根据战争法，由美国军事占领区的人民。
所组成的叫啥？台湾民政府，全名叫啥？台湾澎湖列岛代表所在军事占领区的区域，后壁是啥？主要占领权是啥？美国，成立啥？民政府，所以台湾澎湖列岛美国民政府，这就是台湾民政府的全名。伊顶头有人授权无？有啊无？有，啥？台湾澎湖列岛美国军政府，军政府是占领军的主体，被占领区的人民是去向授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战争法里底，占领军有法度直接管理占领区人民无？有法度无？美国人有法度直接管日本人无？有法度无？我请问各位，目睭开开。我带领你做伙来思考，美国人甲日本人语言会通无？会通牙手？未通牙手？放下，过来第二条。美国人的习惯甲日本人的习惯有共款无？有诶牙手？无诶牙手？放下，好，过来。美国人的生活习惯。甲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有共款无？无共款的牙齿，好放下好，目睭开开。因为语言、生活习惯，包括咱文化拢无共，所以占领军有法度直接管理占领区无？袂用的，所以必须爱由占领军伊所相信的、所认证的、所授权的。当地人民所组成的，根据战争法所组成的民政府，即个啥管理占领地、占领区的民事，民事的民众百姓的生活一挂里里口口一挂代志，普通行政就对啊，听有无？好、哦，过来，军事甲外交怎来处理？美国的军事政府处理，因为伊取得啥？控制占领的权利，所以呐，由美国的军事政府负责军事甲外交。哦，被占领的人咧，有人权无？我无，有呢。叫啥？天赋人权，免于匮乏，免于恐惧。哦，这拢总拢有四条，这大家要找一下，这是啥？罗斯福曾经提出来。哦，人权的自由，天赋人权哦，伊袂当互你枵着，袂当互你自甘行到尾害。哦，我当下向军事政府占领，美国人毋知向向野枪来到阮兜，甲阮弹无，这拢袂用个发生个。美国军事占领占领日本台湾人，会用个野枪去人厝内底掠人无？无代无志去掠人。掠少年的去做兵哦，会用的无？袂用的，这种触犯战争法。会用甲民众百姓的财产抢夺去无？袂用的，这战争法拢有规定。会用甲占领地占为家己所有无？会哦，袂用的。占领区、占领军，你袂用的去干啥？伊本来有的主权。抢夺去，尤其是台湾，我头有讲过，台湾上个证明予你看，所有权证伫遮，有伫你手内底无？各位单人，包括现场直播的、直播的现场观众，你有没有台湾的所有权状？没有，我知道你会讲没有，但是想想看，你想看麦，咱有权利，咱有名分，当作唔知。当作唔知，当作口号，乌白乱画，牙香对白。我、哦、台湾是台湾，台湾台湾，所以台湾爱独立，死路一条。抓头抓尾写加清楚，所有权证的名，伫日本天皇遐。咱有啥名分好主张独立？袂用的。像军事政府占领
占领条控制权是谁的主管？美国总统。所以责任上大是谁？征服者。征服者的权力最大，因为什么？占领者的意志代表命令，代表法律；占领者的意志代表命令，代表法律。爱听有啦吼，听有啦吼。哦，所以这概念，我相信过去毋捌听过，但是这拢是国际战争法、万国公法、占领法，吼、哦，这所传领予咱的上正确的概念。吼、哦，伫这课程内底。教各位，你要好好去思考，足简单的一个概念，爱厘清台湾甲中华民国爱分落开，这土地上的日本天皇的，蒋介石只不过是美国的细汉的，来你来，蒋介石你来，我美国麦克阿瑟，你来，甲我斗三工，我军阿兵哥。武力无够，战争，我阿兵哥兵军队死啊侪人啊，钱开啊侪啊，力量无够，你来甲我斗三工，占领对太平洋战区的台湾甲澎湖，交你啊，我去占啥？日本，我去哪话？冲绳交上，交联合国托管，主导交上，交韩国，对李明博去登岛，你会记无？包括什么慰安妇、什么雕像放伫遐，迄、那个岛屿是由韩国占领。北方四岛交上，和苏联占领，就是即马俄罗斯、哦，苏联甲安倍即马讲几啊遍啦，讲到北方四岛的问题。哦，即本身你即马讲义，哦，佮新谈论内容，演练即个现，吼、哦，咱即马才开始讲啊正题，吼、哦，讲到正题。啊，关掉！咱才大约看到吼，伊内底佫有教啥？教完了后，伊爱予人民，伊第五条有讲吼，即我下稍显一下，有思考期。伫遮，各位，土地割让了后，面顶土地的人民伊有两年的思考期。甲清帝国留伫台湾这片土地，准备要交予日本天皇的土地面顶的人，甲因讲：你有两年好啊思考，看你要留落来做日本天皇的臣民，做皇民，还是你财产厝卖，转去做清国人？有两年的思考期，但是你想看卖，各位在座。你稍想看卖，迄、那个身份证，我等下献予大家看哦。你这思考，这思考点，你想看卖哦。《马关条约》照《万国公法》国际战争法所定的这个国际条约，下关条马关条约，伊第五条内底有讲到吼，另外本约批准互换了后，含两年以来，日本准中国。牛多好，的所在的人民愿意迁居牛的地方之外，吼，这些人会当啦，把在所有的产业变卖，哦，然后呢，啊未迁的，搁留伫原来所在，慢慢当作啥，看作是日本的臣民，两年的时间哦，有看无？含两年以来，有无？含两年以来。哦，啊，所以来，来这个，我请问各位，你手中有这张证件的车牙手，牙冠，有的牙手，无的牙手，来放下，各位看清楚哦。面顶写什么？来念出来，念出来。面顶写啥？中华民国什么身份证？国民身份证。有写台湾无？台湾国民身份证。各位，
捌伊吧？目睭有金无？目睭拢足金的。讲到钱，目睭拢足金的。面顶啥啥？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。各位记者拢讲啥？台湾身份证。请问这面顶有写台湾无？这车轮牌的旗是台湾吗？问题伫遮。哦，过来，看到遮。这本叫啥？印啥字？护照。这啥物？车轮牌。面顶写啥？来念出来。中华民国。台湾写伫底？有写中文无？台湾。啊，是我足无欢喜的，我去印一张大纸，甲打伫面顶。台湾国会用的无？会也袂用的，会用的，会用的。阿伯，你有听过伪造文书无？有无？有无？你的所有权证，我看你的土地甲厝足介意的，甲你偷摕来。你的所有权证面顶用我印的大纸打在你的名面顶，啊，厝变我的，会用的无？可不可以？会哦，袂用啊！为啥伊的面顶会用打中国的大纸？当然是袂用的。哦，所以这本是啥？流亡中华民国的护照，会记得过护照无？各位爱记得。2004年，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讲，中华民国伊无享有一般国家的权利。那有听清楚无？啊，是毋国家 ？No。2006年，佐利克 （Zolik）， 美国的副国务卿又讲了，独立代表战争。Zolik， 哦，影片我带大家看吼，这拢袂用个代表台湾，哦，你有看面顶哦，有写中华民国政府哦，中华民国政府身份证哦，有无？伊写国民呢，家己当作是因个国民，毋是公民呢。又甲咱教育啊，国民满20岁叫做公民。但是咱有领过公民身份证吗？有无？有没有领过公民身份证？有还是没有？没有啊！为什么你去投票？为什么你去投票？无听话嘛？你提证件都唔对啊！啊，你参加人厝内底的代志，而且伊是流氓政府，无为啥这边机国际场合也袂出去？而且阁向抢落来，因为这个国家、这个政府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，伫1949年的10月7日，已经去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啊，死去啊！南京政府点时无伊，1949年的4月23日，去予人民的解放军解放。本来南京政府内底，国民党的政府所有的官员拢走甲离靠口去啊！蒋介石带着伊的官员，秘去重庆，同款佫拍输仗，佫秘去重庆，四川重庆去啊！李宗仁呢，走去成都，后来的走去美国，有来台湾无？无，因为李宗仁真清楚，台湾毋是中华民国的。根本袂当根据《开罗宣言》甲台湾摕起来，无权利。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内底嘛无讲要甲台湾交中华民国，各位要清楚哦。宣言是啥？政治主张。比如讲，人种的水果发啊真水，发到墙外外口啊，几啊粒嫩果。咱伫路边看的，当讲大家莫闲看，讲哎，等下吼，咱三个去把这嫩果拢慢慢起来，会用的无？会用的无？啊，大粒的给美国，较细粒的给英国，啊，我摕迄个较好康的、较好、较嫩、较好食的，
我怎介绍交我？会用的无？迄张苹果手机上的，日本天皇的，会用的摕无？袂用的摕。啊，会用的甲台湾放伫遮无？这台湾谁加的？陈水扁先生加的。所以美国号一个外号叫啥？麻烦制造者。这本就强要讲袂清楚，这本哪来的？新加坡伫联合国国际民航的组织，就飞轮机的飞来飞去，啊，要安怎摕护照？要用啥物代号、代码去参加联合国这个飞行组织？我应该安讲啊？哦，当然，新加坡甲这个代码照上，照因使用。所以，各位，你会记哦？陈东山是咪骗上新加坡？讲啥？你阁会记哦？啊，迄新加坡个国家，像迄偏西大个国家。后来陈唐山阁有讲无？唔敢讲。这本呢？这本这个晶片代码是新加坡借他们用的。你得罪新加坡会有什么结果？啊？朋友，真好啊，摕予你啊，这支予你用。结果你只感觉口舌甲侮辱。甲霸凌，伊甲这支收倒来。各位，你要安怎？用手臂啊！爱听有无？听有无？听有啊！吼，这本哪来的？清楚甲你交代过吼，占一个真大个时间吼。来对护照的内容，面顶写啥物？中华民国。有写台湾国无？有无？写啥物？用个用立可白，用橡皮擦甲糊掉哦。啊，写中华民国，我心情看足歹，用大纸甲打去，打台湾。啊，这字诶改掉，家己改，用圆珠笔家己画画改改。会用个无？啊，白用个无？我改台湾讲，我名我唔爱姓李嘛，我姓我叫做王永庆。会用个无？王永庆较大粒，啊钱较济，啊面顶写台硕国。好不好？当然袂用个，迄叫做情绪化。所以你直接台面上遮个人来啥，拢无正常。各位，全世界舞台，世界的国际会议，有人愿意甲笑个讲话无？有无？惊袂出去啊！所以呐，一个国家干呐，甲太轻松。你要看较济国家，听清楚哦。甲这个国家建交是啥？是殖民期的，伊代表对一个国家，啊？对一个国家，委内瑞拉、洪都拉斯，这个国家，中南美洲的，包括过去长久的马拉维，马拉维伫对，你知哦？伫非洲，即卖温度几度？10度至21度，马拉维。迄所在有啥物特色？我有朋友伫遐。迄所在哦，又讲伊伫遐无迄落上网，无 WiFi， 就是迄个所在搜寻最好。想去的，流亡的中华民国去的。后来咧，长久了，迄规个全部区域拢交上去啊，交予中国啊。村啥？春节凉亭伫遐，石壁面顶有刻中华民国，有效无？无效，迄嘛拢中国个。爱听无？这边机惊出去哦，惊袂出去啊啦！伊个口罩已经交予中国啊！我请问各位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叫啥？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什么？简称什么？中国，伤紧，注意听吼、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简称叫啥？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简称中国，拢有啥？拢有啥物 ？China， 以前伫我阿公迄代叫啥？安怎称呼这个国家 ？China。吉娜 China，
吉纳。有一句话叫啥？报之阴沉，暴力的支纳应该严重的来惩罚他。为什么？当时离出世界大战之前，这个国家的人民，尤其是国民党，伊的军队，伫一个所在叫通州，通州杀害咱的国家的人，日本侨民、日本的俘虏、日本的俘虏老年人、囡仔，一个拢无遐放过，全部抬，抬抬三百条，等下刀拢甲挖出来，甲翕做相片，变做加加大。去捡战死的日本人，穿伊的衫，穿甲不拔不切，翕一张相，讲是日本人杀死中国人，结果死的是日本人，日本的侨民、日本的俘虏，衫拢脱两条，用足恐怖的方式甲因杀害，等下刀又出来，翕一张相，穿不拔不切的日本衫，咱知影咱日本人的军人穿衫是毋是足整齐，对吧？又穿啊，迄个帽啊，面顶搁塔钢盔，啊穿乌白个啊，翕上张相讲日本人杀死中国人，所以做诶假的历史叫啥？南京大屠杀，假的啊。但是大家信啊，足信诶。吴凤诶，有听过吴凤无？穿红衫，骑白马，然后叫因当时课本写啥？三地同胞杀害。吴凤穿着红衣服，穿白，骑着白马，所以杀害之后，三弟同胞很伤心，跪在地上嚎啕大哭。他杀到自己最尊敬的人，那个人叫吴凤。结果科究起来是啥？假，没有吴凤这个人，骗骗骗。所以有安尼历史问题哦，有问题。歹人则变温情人，警察做老爸，各位清楚爱请。看到这来吼，台湾民政府全名，台湾平和列岛美国民政府，这期咧初级班英语是一，2017年7月14日开课，哦，所以你爱记咧，哦，你的同行，哦，当然袂用改。台湾民政府，你必须爱面对。哦，各位该介绍吼，台湾民政府这個代表旗，外靠这個红色的箍啊，大个箍啊，红色的代表台湾平和是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的所在，神圣袂当分割。哦，内底绿色甲绿色的部分就是台湾甲平和。向保向恶友占领权，美国军事政府指挥官以上，美国总统。所以美国总统恶友台湾的占领权，黄色是啥？代表啥？亚洲。咱皮肤恢复啥物色个？黄色个。吼、哦，这六个六粒星啊，代表啥意思？在美国军事占领区，根据战争法。由人民所组成的台湾民政府，台湾民政府有六个州，哦，为北东边宜兰州、北边台北州，过来新竹州、台中州、台南州、甲高雄州。各位爱记咧吼，平湖是对一州咧管的。平湖，来我问目睭客客，甲你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吼、哦，你用摇的嘛不要紧，牙唔对嘛不要紧。江苏袂甲你笑哦，平湖，你的认知内底是台中州管的野手，台南州管的野手，高雄州管的野手，好放下吼，哦，目睭开开。平湖甲南海同款，对一州管的，高雄州。大家记吼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上明显的地。哦，目睭开开，阿伯，我紧看下头前吼。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上明显的地，大家会记哦。台南是毋是去挖一口
石油的井挖完了后，现在流亡的中华民国，他敢去用吗？美国说你不能用，为什么不能用？因为那油井所有权以上，虽然你去挖，你去发现那是石油的油井，但是占领者会当用无？会用的无？袂用的呢。像参像讲人来租土地种田、种菜，结果伊枯田下骹有黄金，使用土地的人会当甲黄金挖走无？袂用的，因为迄是地主的财产，同款的意思。好、哦，安有了解吼、哦？占领不得于专属权，流亡政府流亡来个日本天皇所有权的土地面顶，带伫台北市，伊会当甲台湾变做伊家己的哦，就地合法。中华民国以台湾的名义进入联合国，建立台湾国，会用的无 ？No， 袂用的，听有无？伫蒙特维多公约内底，中华民国伊一条拢无伊个，到底台湾岛属面顶个人民毋是伊个，土地是哦毋是，外交无，流亡政府伊只无外交啊，流亡政府没有外交，伊外交是啥？金钱外交，尤其是啥？旧金山和平条约。51个国家，为什么加48个国家？全世界51个国家，当时是1951年的9月7日，等于全世界国家呢，拢总有51个国家。为什么加48个国家？其中中国的代表权都有问题啊！因为1945年9月7日，麦克阿瑟颁布一号命令，基定蒋介石帮伊代理占领台湾，但是有交予蒋介石无？土地拢予伊哦，无，伊是帮伊做即件代志，安尼啦，啊听有无？哦，啊伊带来的中国流亡的难民，流亡难民，伫1949年迄年，英国甲美国，恁甲讲啊，你。尤其是美国的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，内底已经讲啊清楚啊，伊对这件代志感到遗憾，伊无遵守啊，无遵守国际法，伊会当甲伊全部的人，因为伊占领军的优势，流亡来的，全部拢甲蛋蛋伫遮，会用的无？像叙利亚难民，会用的是计乌白走无？会无？走去德国，走去地，无经过人的温准，就伫遐哭的啊！会用的无？袂用的。哦，好，讲阿姐，这台湾民政府这个代表旗的意义吼，按、哦、我了解吼、哦，六个州哦，这个代表亚洲，台湾澎湖美国军事占领吼、哦，听有吼、哦、？OK， 你必须面对，欢立即凶。外口政治口号，伊安怎反对战争法甲国际条约，比美国的国内法、台湾关系法搁较悬。法律的违改，主权法，过来啥？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，搁来咧，经济主权法、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签订啥？国际条约，国际条约必须爱啥？全世界各国的宪法，美国宪法、英国宪法、法国的宪法、中华民国的宪法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部人爱遵守啥？国际条约。这个条约是啥？旧金山和平条约。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确立到台湾的国际地位啊！哦，所以爱记嘞，哦。来看个这，哦，脑筋急转弯。第一节课，因为开始开头，明仔再是第二节课，重要的。在你的头壳内底读潘江书会甲你讲，第三节课陈泰山陈讲师佫会甲你上进一步的吼，佮、哦、后来的是洪英洲洪讲师佮来啥？张同敏
当讲师。噶星期天的早上，哦，星期天早上就是，对者，哦，这两个讲师吼，星期天有两堂课，我礼拜一有两节课，每一节课每一个讲师讲的重点，全部拢是重点，全部拢为对出来。台湾论、新台湾论、新台湾论出来，各位爱好好听，听清楚。头一节课，足浅的，要互你了解走入这个法律的台湾的大门。要了解啥？了解台湾法律一寡关键的论述的点，要让大家呐去开破，让伊去了解。你自无了解，因为你对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。非常的关心，甚至啥，甲咱息息相关，所以你今日坐伫遮上课，所以啥，讲师爱甲你讲，你爱为啥，家己鼓励，鼓掌好无？甲家己鼓掌，你爱足够诶，因为啥，外口拢毋捌诶，哦，你看上即个就好啊，哦，这人讲飘咧为啥？哎，考考你们哦，美利坚合众国。干清简称叫啥？美国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嘞，德国、大韩民国、韩国，最后嘞，中华民国简称啊？简称什么？中华民国简称台湾。头壳歹去哦。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，大韩民国叫韩国，中华民国诶，台湾。这人有正常无？啊？周先生变陈小姐，啊？爱对无？啊？有无？爱听无？姓周诶，逆上大哥，向向下骹人叫伊陈小姐。欸，各位。你知影伊叫周先生呢？你伫台面伫台下顶介绍讲，哎，我们欢迎周先生。结果你发现台下卡叫伊陈小姐，你会甲当作啥物？笑诶！爱听无？中华民国简称就是中国，那边台湾全部食毒，醉啊，中毒啊！所以看到中华民国主动叫台湾有食毒品无？绝对食毒品。这毒品比市面上、比警察法院咧通缉的毒品搁较毒，而且啦，一代一代咧传，有危险哦，真危险。搁继续落，袂清楚啊。中华民国甲台湾会背袂离哦。台湾法律法律台湾，咱这官司头一遍是2006年10月24日哦，由。台民政府代表秘书长 Roger Sherson 带领着228个本土单人，就是咱台民政府的同心，去美国华盛顿的联邦地方法院控告美国政府，标的啥？台湾国际地位跟台湾人权保护为诉求，头一摆控告的标的，吼、哦、好。第一遍呢，控告中华民国甲美国。什么代志？在1946年1月12日，1946年1月12日，中华民国用行政训令改变所有台湾人的国籍，所以要告。这官司搁在走，哦，但是官司，咱这个网站吼、哦，各位网站你也加去看哦，网站咱看下再来，我看下哦。美国最高法院书记官今天11日正式通知的是。今天14日嘛，7月11日，迄天正式通知啊。台湾民政府控告美国甲美利坚合众国正式立案，而且什么开始审查吼、哦。这内底，这都是受证，已经送到最高法院，已经收到啊，哦，拢伫遮。台湾民政府的官网会过来去看吼、哦。OK， 今天课程讲到啊，遮感谢大家。